厨房，这是餐厅。左边的是我的卧室，旁边是我父母的卧室。这是我父亲的厨房，对面是卫生间。你们家很大，也很漂亮。哪里哪里？这是你们自己的房子吗？是的，不过我们是由银行贷款买的房，借了不少钱。北京贷款买房的人多不多？最近越来越多了。北京的房子贵吗？特别贵。我们学校附近的房子好一点的房子每平米得3万元左右。